腾讯时尚摩登派七月男神季，下雨。法国，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面包。王源，这个猫完全不理我。杨烁，看那个马的线条多棒啊！胡歌，身材好的话啊，不管穿什么衣服，我觉得都会好看。王俊凯，这种咖啡其实跟中国还是有点不一样的。七月二日，正式开撩。